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产品，我们可以看到过以往的产品就是没有档的波卡，1200cc、100cc 链条传动，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设计，它基本上它是轴传动，它没有链条，没有链条的传动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干净，也没有链条损坏，也不用 maintenance， 不用维护。它是 sequential， 就是所谓序列式两档。两档所有的齿轮都可以，而且它有带离合器，并不需要有离合器拨杆，所以顾名思义，它是可以在行进间不用用离合器就可以切换档位。它目前这是 125cc 随人引擎，附带有那个排气可变阀，然后它的马力是 32.6 匹，是陶瓷镀铬钢，所以它并不会有损坏，也不用什么维护，基本上很耐用，超过100个小时，100小时以换算时间来讲，台湾我们的驾驶习惯大概两年都不需要做维护。啊，基本上它所有的中传每一个档齿都是快速更换，基本上都在2分钟以内能够完成，所以这个部分目前这个等级低滴度等级得到95%的车架的供应商的认同，所以现在所有我们都看到世界上比较欧洲 Euro Challenge 那个 States Challenge 所有的车手都基本上都是方程式的车手，基本上它都没有螺丝，也不用需要气动工具，只要把几个螺丝拿 case 拿掉，然后它可以快速更换，它基本上它符合赛道设计，让你快速一点更换。啊，快速基本上它利用设计，它是很简单的设计 ，Go Car 就是要简单，让你独自能够完成赛事。它所有的 RC 法都是机械式，利用机械式的 RC 法，不要太多电子控制，传统的 mechanical 的设计能够达到那个效果。